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，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你们还要存感谢的心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，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你们还要存感谢的心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八节，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我们就该知足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八节，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我们就该知足。诗篇五十九章十六节，但我要歌颂你的能力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是我的庇护所，在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。诗篇五十九章十六节，但我要歌颂你的能力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是我的庇护所，在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。箴言十八章十二节，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要得尊荣，先有谦卑。箴言十八章十二节，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要得尊荣，先有谦卑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却是不肯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却是不肯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，
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。以赛亚书54:10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。马可福音16:20，门徒出去，到处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借着伴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。马可福音16:20，门徒出去，到处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借着伴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。诗篇91:1-2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向耶和华说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，你是我所依靠的。诗篇91:1-2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向耶和华说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，你是我所依靠的。哥林多前书10:31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做。哥林多前书10:31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16-18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16-18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彼得前书5:6，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，他必使你们升高。彼得前书5:6，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，他必使你们升高。诗篇23:1-2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诗篇23:1-2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约翰福音14:27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约翰福音14:27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箴言10:4-5，
手懒的必致穷乏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夏天储存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蒙羞之子。箴言十章四至五节，手懒的必致穷乏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夏天储存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蒙羞之子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，在盼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，在盼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十六节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十六节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，是高处的，是深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，是高处的，是深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，我们知道并且深信神是爱我们的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，我们知道并且深信神是爱我们的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我们是他所造之物，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，为要使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我们是他所造之物，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，为要使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。使徒信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承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使徒信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承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
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、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主导文。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主导文。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